รู้สึกว่าเวลาผ่านไปเร็วมากๆเลย5เดือนก็อยากจะขอขอบคุณผู้ชมทางบ้านทุกคนนะคะที่คอย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น้องๆอยากจะบอกน้องๆว่ารักทุกคนค่ะแล้วก็จะ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ตลอด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ถ้า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เจอกันก็ยินดีค่ะชื่อที่ยังมีที่อีกชีอันนี้我希望这个团里面的 rap 是有自己的输出跟自己的想法的，希望他唱的东西是自己写的，是自己想说的。我希望他们最重要的是一个很开心的团，就没有在浪费生命嘛，没有在浪费时间，有在不断的创造，不断的享受他们自己这一个过程。21世纪的2020年代了都，我觉得。可以有更多更多更多类型可以被接受，有更多更多的新的想法可以被接受，因为他们代表的是贴有时代标签的一个团体，有很多人在看着他们，可以把这个团里面所有人的性格个性都放得更开一点，而不是给他们更多的束缚。嗨，你们好吗？我是你们的音乐导师 Ella， 虽然我的青春里面没有你们，但是很庆幸也非常荣幸你们的青春里有我。这段日子真的辛苦大家了，我相信你们在这段时间一定学到很多，更认识自己一点。这段时间里我也更认识了你们一点，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段一起努力的时光，谢谢你们。每一次录制，每一次见到他们，我都能感觉到他们一点点的变化，不仅仅在专业上，他们从头到脚都发生着变化。也许是彼此影响着彼此，也许是这里的氛围影响着他们，也许是他们因为喜欢这件事情也找到了新的方向，也因为他们正在为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朝着自己想去的方向目标前进着，我也看到他们从刚来的时候带着恐惧带着不开心，很多人慢慢多了笑容多了坚定，虽然训练的日子很苦，睡觉的时间很少，但我相信他们是幸福的。